下面继续讲如菩萨心论的第二品。 现在我们正在宣讲忏悔，就是在七支宫前面的忏悔。忏悔当中，四位苏集四王二僧祇皈依心分两个方面，其中略说和光说的。略说的部分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光说的。这个光说的内容里面，昨天也前面讲了。我们这个人接近面临死亡的时候， 不管是怨恨的敌人，或者是其自己的亲友，都不复存在的。为了他们而造的恶业，造的业呢，一定要由自己来感受。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呢，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这个，人最终死亡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呢，我们为了 短暂的这个人生，短暂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就不应该，就是造各种各样的恶业。如果我们为了短暂的这种利益造的恶业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值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生呢，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过下去。有些人呢，过得特别快乐，有些人是过得很痛苦。 都有一个他的业力的支配，都有他的这个业力的支配，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造恶业的话，那对我们的精神来说都是非常不利，所以呢，在这个人生当中，对自己的这种价值、人生的价值观呢，一定要观察。 一定要观察。下面我们《说文》当中是这样讲的：“人神入梦幻，无论何事我孰宜，成念紧，往事不复见。”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我们这个亲朋好友们呢，如果快乐，为他们而造业的话，那以后呢也会跟着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妄想，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呢，实际上就是在做梦，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跟昨天的梦境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人生呢，的确是一场梦，世界上的人和世人也好，一些歌行呢，经常用这样“人生一场梦”。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生活呢，没有任何实质。 而且呢，真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对劲，也有自己，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就是根本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所以呢，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呢，不管是你这个相处的各种快乐的生活，就有时候我们许多人呢，在这个聚在一起，就是大家都这个相处一些美味佳肴。 过得非常美满快乐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呢，也实际上过了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有些人呢，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也是干熟过无数的这种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呢，也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呢，也没有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每个人的这种人生的历程呢，也是不相通的。当然，每一个人可能最早的时候也是过过一些很这个浪漫呐，或者是一些顽皮的这种这个少年时代、童年时代。然后过了以后呢，就是兴致勃勃的一些年轻时代。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多数人
就是过的也是这样这个白发苍苍的一些这个就衰老的这种生活。但是你的生活当中呢，现在你回过头自己的一生，不管是你一生当中是怎么样的快乐，怎么样的痛苦，现在一想起来呢，在昨天的这个梦和没有任何差别啊，就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当年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心神快乐，当时你怎么样的衰败痛苦啊，现在呢就真的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了。所以某个人不觉得有些教养当中呢经常也将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跟这个梦幻泡影，那梦幻泡影呢就是经常就是比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了知人生的这种价值。这样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精神的这些亲朋好友呢也不会特别的去执着啊，一旦他们受到痛苦或者自己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自己感觉到这是一种梦幻一样的，不会特别的执着。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境界之前呢，现在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是什么样的啊，一旦这个生活就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呐，或者是他的工作遇到一些不顺的现象啊，在这个时候心里痛苦的不得了，而且把每一件事情当作是真实的就是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个虚幻不实的这种真理这样一来呢，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也是带来特别大的这个痛苦。原来上次如意宝讲这段时间讲这段颂文的时候呢，也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讲过，他在16岁的时候在这个下面的罗汝寺呢这个上佛教的学校，就是文思修行过。那个文思修行的这种当时的这个他的每一个道友他的这个生命力也是非常的这个旺盛，而且人人都是这个心地都很开朗，就是开朗活泼。但是现在看来呢当时上师说就是他只有一个老同学，就是这个乌金丹增喇嘛，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圆寂，就是他还在。除了他们两个以外的当时的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呢，全部都就是不复存在了，全部都已经这个纷纷的离开世间了。就上师当时这样讲的，如果当时我是为了就是在自己的家庭呢，为了在自己的这种生活啊造了恶业的话呢，那么这个恶业呢就是肯定等待着我。而我当时的这种所有的这个这金刹呢，就是现在都是不复存在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老修行人啊，对这个一生当中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佛教事业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经验当中呢，应该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啊，就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修行的重要性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前那个丁国清自仁波切在尼泊尔就是在一个寺院当中这个宣讲佛法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过。他说我现在是这个78岁，就是78岁，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的许多的这个人的这种沧桑这个历史呢，在我的眼目当中一幕一幕的这个现前。他说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呢有这么多的人已经就是跟我这个同年的这么多人也离开了，跟比我年轻的很多人呢，就是也纷纷的离开了，而且有当时的很多老年人呢，都这个离开了这个世间，同时呢，就是当时说，同时呢，就是世界上的就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战争啊、瘟疫啊、国家的变化都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而且有高高在上的很多人呢，就是跨下来了，而且很低微的人呢，就爬上去了，所以呢。他叔，我现在一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就是只不过是一场梦。所以有些老修行人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他们的教养当中，他们对人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对这个人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如不在心论呢，当然就是。在座的人可能大多数人还是这个世界用的比较多一点，那么一些城市里面的人呢也可以说是现在正在这个学习入菩萨行论，这一点我还是非常的这个敬佩，也是感到很高兴，但是学的时间都不够。为什么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当中，他所用的这个时间呢就还是很短的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佛教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不能
这个用的时候呢也很难说啊，就很难说。我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理论上这个精通，而且呢，每一句每一个这种内容呢，就反观自己，衡量自己，就是当作一面镜子来观察自己的这种身心，看看对自己的生活，看看对自己的这种未来的打算，以及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修行目标等等啊。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忏悔啊，也是非常重要。现在正在讲这个忏悔，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应该就是像这个梦幻一般的这个人生当中，就是为自己的这个亲人啊，为自己的原地啊，不应该造恶业。就如果造了恶业的话呢，那这是简直是这个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啊，就非常愚痴的行为。可是我们身边的有多少个人能知道这一点啊？就是你每天都是看看你附近、你身边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是为了把自己的这种这个家庭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可以说整天都是这个争夺啊、竞争啊，一直这个在奋斗啊，就是在奋斗。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如果通达了这个人生一场梦呢，并不是世界上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口头上是谁都会唱，谁都会说，但实际上是没有通达它的意义。所以他一边就是唱这个歌，一边呢就开始为这个自己的家庭呢，为自己的这种生活而造恶业，就是这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我们在三世三宝面前呢，就是大家也有时候应该就是发这种誓言呢，就是认为是的确是人生是一场这个梦，就为了这个梦呢，就是不应该就是造作恶业。如果我造作恶业的话呢，虽然梦这个恶业的本体是空性的，但是呢，我在轮回当中没有解脱之前，是我会感受痛苦的，感受痛苦。所以呢，我过的生活快乐也是可以的，痛苦也是可以的，这个并不是不在乎。我都有时候真的这样想，就是从自己的一生当中来对照的时候，我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还没有上学校的时候呢，每天都是光着脚，就是在山上那个放牦牛，就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很痛苦的，就是连那个这个脚上穿的鞋的几乎都没有，就是尤其是在冬天、秋天在雪地里面，这个吃的也是不是很好，然后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但后来呢，依靠上师的加持，在一些这个国外啊，就是或者是很多地方呢，也享受过一定的这种实践的这种快乐。我刚才那个下来的时候都是可能迟到几分钟，就是前两天那个国外的一个朋友回来，就让当时那个在法国和加拿大上师如意宝传法的一些那个光盘呢，就是我叫他们给我带过来，因为当时我们带的这些录像什么这个摄像机呢，就是质量比较差啊，就是当时他们中心里面拍的还算是好一点。让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的确是这个在自己以前所享受过的，就是是一个美梦而已，就是现在有些呢有一点点模模糊糊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回忆的对劲。有一些地方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就一点印象都是没有的。今天一看到在这个屏幕上显现的时候，哦，确实是原来是这样，就是经过这么一唱，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可能每一个人就是有些过的生活是非常快乐，一直到这个现在，有些过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但不管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个生活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场梦，就是从昨天以上的所有的这些经历呢，对你来讲是无利无害的。只有你如果是为了这个生活而造的恶业的话呢，那么我的来世呢，就是肯定会要感受。就所以说，我们这个为什么高僧大德们呢，就是要求大家不要这个造恶业。虽然一切是幻化，一切是梦境，但是你造的恶业的话呢，你在来世当中呢，就是也是就是做噩梦的，还继续做噩梦。这种梦呢，就是还是非常难忍的，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方面就是念诵金刚萨埵来，这个忏悔就是自己以前所造的，就为自己的昨天所讲的一样，就是亲朋好友啊，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所造过的这些恶业呢，一定要这个就是诚心诚意的去忏悔。没有忏悔的话，那就是没有意义。然后我们对这个生活和对现实呢，不要太执着。实际上这就是一场梦啊，没有就是多大的意义，就是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底下一个颂词是这样讲的：“夫子于此身，勤出一般般一舍，遭罪苦果报，点滴何在前？”那么就是意思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轮回的漫长这个生涯当中呢，不用说这个生生世世啊，就是暂时在今生当中，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亲朋好友也好，或者是冤家对头呢，大多数都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啊。比如说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人的话呢，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人也好，或者自己邻居的这些人，自己熟悉的这些人啊，大多数都的确是已经这个离开了人间。有些虽然没有离开了人间，但纷纷的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这个身边，已经就是离开了就是自己的身边，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当时我如果为了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人造了恶业啊，如果造了恶业的话呢，那么这些的这个业力呢，就是一直全部丝毫不爽的全部在我前面等待着，就是等待着。所以呢，我们平时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家人呢造恶业是非常的可怕。有时候我看我们有些家庭里面的就是母亲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为了他的身体很好，就是经常杀生啊，就经常给他炖什么鱼啊，炖什么肉啊，然后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生命来，就是维持他的这个生活。那这样以后呢，这个孩子可能长大了以后，他就离开了你的这个家庭，但是你为孩子而造的这个恶业呢，一直等候着你的。有些人的话呢，为自己的老年人呢，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属呢，也是经常就是这样造恶业。造恶业的话，实际上这些恶业呢，一直是。可以说是好像一个人呢，就是就瞪着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前面一样，我们离开的时候呢，什么殊荣啊、财产呐、地位啊，什么都带不走，就是所谓的业呢，就是一直在跟着我们的啊。世界上任何一个富裕的人的话呢，不管是他有多少个金钱，他有多少个房屋，他有多少个轿车，这些都是带不走的啊。那他的这个身上大半的装饰，什么金耳环啊、金项链呐、什么样的东西都带不住，甚至连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这个身体也是带不住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是跟着你呢？就是这个业力，就是跟着你的啊。就是以前《交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过往，你离开认识的时候呢，亲戚也是带不住的，书用也带不住的，眷属也是带不住的。但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业是一直跟着你的啊，就是所谓的业是跟着你。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应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因果一定要重视。如果您因果的道理都不懂，对因果都不重视的话，无论是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所谓的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呢，就是不合理了啊。就是最好是你不要这个入于这个佛教的团体。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这个真理当中呢，所谓的这个业和这个过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分析的非常清楚，而且呢，一定要让这个去除。佛教所讲的这个道理呢，丝毫也是不会有错误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个智者呢，就是不能这个反驳的，不能反驳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对因果不要怀疑。就是你如果对因果有怀疑的话呢，那实际上是你这个取舍因果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对因果一定要这个相信，因果相信以后呢，你要取舍的时候呢，尽量的就是不要造恶业。如果你造了恶业的话呢，马上要这个忏悔，经常要自己忆念自己所造的这些恶业呢是不合理的，一定要用这个在这个三宝面前就是发露这个忏悔。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为家庭也好，为这个什么国家也好，为任何一个众生，你造的恶业啊，造的恶业的话呢，一定会是在你这个前面就是等着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有些人你们自己也没一个人想一想，你看你为自己就是杀害过众生没有？为这个他人这个杀害过众生没有？如果你为自己杀害过众生的话呢，这个恶业呢，在你临死的时候，临死以后呢，一定是等待着你。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退路的，没有任何退路的。你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好，你年轻的时候吃过多少个众生，杀害过多少个众生啊？那这些这个生命的这种这个出还呢，你还没有还清呢、
啊，你这种这个还没有配上啊，还没有换琴，所以你未来呢一定要用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来要这个换琴，就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这个错乱的啊，就是不会有错乱的。所以我们颐和呢啊，大家一方面也应该有一种这个誓言呢啊，就是看到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这个夜莺果是如实的这个可怕，那颐和的话呢，我在有生之年当中绝对不造恶业。啊，就是绝对不造恶业，尤其是这个像杀害众生啊，故意摧毁三宝啊，故意毁谤这个所有的这个佛友啊等等这类似的恶业呢，我坚决不会造。当然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做一些祈雨啊，有时候呢就是在无意当中就是菜丝葱啊，就这方面我们作为凡夫人呢一点不足的话呢，恐怕是有点困难的。别说我们就是甚至阿罗汉呢大圣者的话呢，在无意当中经常犯戒的现象是有的，但是我们故意的就是尤其是杀害众生是最可怕的，就是大家应该就想一想啊，就想一想那么这一点呢大家应该就是再三的想，就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就是造这个恶业。如果造恶业的话呢，就是的确是什么东西都是带不走的，但是这个业呢就是一直带着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在死的时候的情况都完全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可能来世也是造前世也造过很多恶业，今生当中也是造过恶业。那么临走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恶业呢，就是在前面等着的。有些人呢，虽然业力很深重，但今生当中好好的已经忏悔了，大多数的这种罪业呢已经清净了，在临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这个罪业了，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就是往生啊清净的刹土，有这种现象。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反观自己的人生，我们在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呢，时间是很短暂的，最多几十年，但几十年呢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前途，应该有一个考虑啊！啊，我死的时候是看怎么样，我今生当中造了什么样的业，我现在忏悔了什么样的，哎，以后可能有一点就是把我这次好好的这个忏悔，啊，有些人呢像不管怎么样，哎，无所谓吧，就是我还是继续，造我的恶业吧。那这样的话，这种人是太愚痴了，我们也没办法的啊。实际上是，包括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恶人和一些愚痴的人，这个谁也没办法救护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第三个问题是摄意吧，就是如果知道了有报应的话呢，那么就是为什么造恶业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这样想，如果知道有这个报应呢，那我们为什么这样造业呢？实际上，这个我们很多人虽然知道善有三宝，恶有恶宝，但是呢，他就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寿命是什么短暂的，再加上依靠自己的声誉也造了很多的恶业，就讲这个道理。因我不省洁，民众入世仇，古起贪嗔痴，造作诸恶业。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愚痴无明所盖就人生的一些真理呢，并不是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所谓的死亡就是所谓的这个死亡呢，就如此的突然，如此的突然。而生命呢，就是也是如实的斩断，很多人都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这种生命。虽然科图上也说是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有为法等等，以这个道理来就是说服自己，说服别人，但实际上呢，在自己内心当中更并没有就是很好的这个去处罚，就是自己的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所以呢，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人生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战端所作所为都是可以说怎么说就是在这个自己内心当中所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自己认为是我还有很长的时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书名呢，就是如实的斩断，就是我根本没有知道，而且呢，有贪心、嗔心、痴心所造的恶意就刚才呢，就是他根本没有知道是生命是如实斩断，所以呢，依靠自己的这个贪心呢，就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方面呢，就是经常这个生贪心，然后对自己的冤家债主呢，就是生嗔恨心，在取舍因果方面呢，以这个痴心造作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这种现象。
也是相当多的，但这里的主要的这个造业呢，就是从这个心里来造业的，并不是这个行为上，行为上造的业呢，就是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呢，龙摩菩萨也是这样啊说的，就是贪嗔痴三心，说成不三业，就是贪心、嗔心、痴心这三个当中所造的这个业呢，就是不三的。无贪嗔痴心所生皆善业。就是没有贪嗔痴所造的业呢，就是这个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所谓的业呢，就是应该说是以这个心来这个为主的。从心相上呢，就是并不是很重要的。就是智慧光尊者也是在功德章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知遂什么这个三恶一差别，就是不遂三恶相大小。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谓的业的大小的话呢，就是并不是是随着这个外面的心相的大小，应该是就是从内心的三恶的这个意乐的这个差别来这个区分的。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不管是你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心里真的起了贪心、起了嗔心、起了痴心的话，那你行为说的怎么样也是没办法说过去的，一定是有过失的。如果你的心是善的话呢，那么行为就是不太如法也，实际上是不会这个变成恶业的。因此我们在这里造的这个恶业呢，应该值得注意。每一个人呢，就是看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造的业，看你自己的心清净还是不清净。如果你心清净的话呢，从心相上看，或者是外面的这种行为上呢，不太如法也是过失不大的。如果你这个心不清净的话呢，那口头上说是我是什么修密宗的，修什么这个仙宗的禅定的功夫等等，就是怎么样嫁妆呢，实际上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所有的这个业呢，就是依靠这个心来这个制牌的，就是应该这样来理解。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宿命这个无常啊，我的这个宿命不会那么暂断吧，就是应该是有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完结吧。有些人这样想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人的宿命呢，也是有限的，也是暂断的意思。主以不停不暂留，慈神恒瞬间，额外无对衰减，额外无复增，无名气不亡。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种人的这个生命的话呢，虽然没有遇到了这个暂时的一些额外的外缘，但实际上呢，他就白天晚上，行住坐，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他一直在不断的停留，就像我们外面的这个江河的话呢，就是它潮浪也是不断的，一直在这个往大海就是流逝。那么这个西山的太阳的话呢，就是它一擦拉一擦拉的就开始这个落下去的。同样的道理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一天一天的，一个月一个月，或者是这个一擦拉一擦拉的，就是靠近这个死亡，靠近这个死亡的。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话呢，只有这个减少，就是没有这个增上。就是没有这个增上的，就像是那个，比如说就是断了这个随缘的一个碎次，断了这个随缘的碎次的话呢，那么无上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断了这个随缘的碎次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就是假，就是只有见啊，就只有见。所有的众生呢，屈辱这个死亡的，就是也是无常的，就是无常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以前黄志仁波切在每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人家都在笑的时候呢，他老人家有时候是显得很痛苦的，像就是哭着。别人问你为什么哭的，为什么哭？他说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马上要死，就是要靠近这个死亡了，就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也有这种说法。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人们都认为是生日快乐，就是其实这个生日快乐还是死日快乐也是很难说。因为我就过了一年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生日快乐，实际上是过了一年的时候呢，靠近死日呢，就是也过了一年了。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宿命是的确是这个无常的，就是但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不太这个清楚。那刚才讲了，注意，不断的，也就是说，就是暂时也是不会有停留的。那么我们的这一辈子的宿命呢，只有瞬间，没有
增上啊，就是没有额外的增上。所以每一个众生的这种宿命呢，就是难道不是很快就灭尽吗？是很快就灭尽的，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没有什么长远的。以前僧天伦师呢也是这样讲的，思缘即众多，僧缘即稀少，彼也称思缘。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人在这个活在时间当中的话呢，思缘是相当多的。有时候呢，出现可能这个什么车祸啊，还有一些滴水火风的一些这个危缘呢，这样我们现在生存的因缘呢，的确是很少的。思缘呢就是相当多的。有时候自己像什么吃饭呢、穿衣服啊，本来就是看着是僧缘的，但这种因缘呢也反而成了这个思缘。因此假设说你的这个生命没有遇到什么危缘，也是活不了很长时间呢。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现在住在这个世间呢，就是并不是很长的。首先每一个修行人对这个无常的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心里面有一种无常感、急迫感的话，那这个修行佛法呢肯定会得力的，肯定会进进的。如果你心里面无常的这种感觉也没有啊，现在实际上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这个无常的感觉啊，天天都是在这个忙着。有时候我看到世界上的人确实是过得非常的可怜，学佛的这种理念是极为的脆弱啊。他们早上这个起来，早上迷迷糊糊当中起来，就然后这个窗户打开，把这个窗呢就是摆好，然后晚上看电视啊、看电影啊，桌子上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全部整理一下，就是放在垃圾桶里面，把垃圾桶清理，然后家里面就是打扫，打扫完了以后就吃一点东西，然后到菜市场去买东西，买东西回来开始就是炒菜，然后炒完了以后呢，就请了一群人，就然后说啊、吃啊、喝啊，一直这样待，就是最后呢，就吃完了以后，就是开始睡午觉，就是呼呼呼，就开始像猪八戒一样，就是睡觉。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上班呢，就是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开始做晚饭。做晚饭吃完了以后，看一点电视，然后就睡下去。每天都是就这样，从来都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真正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啊，就是观修啊，就是观自己的这个神明啊，这方面有多少个？几乎都是没有的。大多数的人都这样的。我看惯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家里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看到就是这边放一个大的电视机，那个大厅里面放一个大电视机，然后中间有一个什么那个桌子上就是摆一点水果啊，就散乱的一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家里看不到什么金属啊。好多人就是看了一些佛教的一些电视啊，佛教的一些这种这个光碟的话呢，就是最多看了一个小时就了不起啊！前一段时间有些人给我打电话啊，我们看了净土教义已经看了3个小时。我想他的一辈子的这个生命的历史当中，看3个小时算什么啊？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没办法，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过的生活，所以说明呢，就是在这个无有意义当中，逐渐到了这个尽头的，就是并没有有意义的啊。这一点。不说我们这个，我们很多出家人也是可能，就是只有现在的这种机会啊，就是真的三宝的价值有出家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在家里面，可能你们也是过着这样的这种生活，就是真的有时候，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像那个现在外面通过一些这个光碟啊这种方式来也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那可能永远也是听不到这个佛法，不可能把家里面的所有的事情舍弃，就是到基金山里面或者是到佛学院去读书啊，没有这个机会。如果利用起来的话，那现在的这种现代科学呢，确实是也是用得上。就是如果你是非常精进的人，那整天的把自己世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稍微这个减少一点，然后尽量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在一些佛教方面，多学习、多看书、多
听这个光盘呢，这样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生活的力量很强，学佛的力量很薄弱。这样以后，在这个大家的过程当中，经常这个学佛的这种微弱的信心呢，就是会这个压下去，就会失败了，就经常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这个在座的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想把自己的这种机会啊，就是应该有一种难得的相啊，今生当中这样的这种这个出家的机会。会是确实是前辈晚节当中很难以就是得到的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的话呢，也许可能你学佛，但是学佛的这种时间呢不一定是特别长啊。也许你在一天当中学习了一个小时啊，自己认为是不得了啊！你看我学习了一个小时，我看了一个小时的光盘呐，很了不起啊！下面就是说。第二个课盘里面，思维，思妄无常及其空不二生归依之心分，略说和光说。首先讲的是略说，临终弥留集，总情虽微扰，明觉诸苦痛，唯我一人说。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临死的这种方法都是不相同的。有些人是这个处于恒死状态而这个离开人间，有些呢，当然以这个自己在这个家里啊或者医院里面呢，就是也会这个死亡的。不管怎么样，你临终弥留之际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住在医院当中，或在家里面，或者寺院里面死的话，那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全部都会这个来到你的面前啊，来看着你。但实际上呢，在那个时候，就亲朋好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就没有办法的啊。就一般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人死的时候呢，最多一些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护士啊、医生啊，他们也开始枪决啊、打一些强心针啊，做一些这个。就是可以说一种意识吧，就是意识。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然后家里面的人和一些亲人呢，就是在旁边，有些劝不要哭，有些叫他哭，不管怎么样，呜呜的在哭。以前在藏地有些地方呢，就是人死的时候你必须大声哭，如果不，就是不大声哭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对他就是不好。所以有些人呢，好像心里不是很上心的，但是听到。家里的人死的时候，呜呜呜呜，一直这样哭。我看有些汉地医院里面也是这样吧，就是他一直在呜呜的哭，然后旁边去看的时候，好像眼泪也没有，就是，就他有种这个嫁妆的感觉。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来没有必要去分析，没有必要去观察。总的来讲呢，你真人在这个世的时候啊，就是有多少个人帮助你，多少个人在这个去这个想办法，但都没有办法的。就甚至这个从地位上讲，就是国家的元首啊，国家的总统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领导的话，他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就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啊，就是谁都没有办法的。那么实际上的人和一个富裕的人呢，富翁的话，他有多少个金钱可以，如果有一个卖生命的机会的话，他会卖的。但是呢，在死的时候谁也没有办法的，连就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应该这样想啊，就是这样想。你在临死的时候呢，就是看所有的这些这个亲朋好友啊、眷属啊、财产呢、啊，这些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就全部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这个明觉的痛苦，当时这个四大分离的这些痛苦呢，全部是唯一的你自己一个人在感受啊。就是佛陀在《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去。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众生啊。不管你是什么样，你来的时候也是就是来到就是孤独一人的来到这个世界的。你离开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你只有自己这个离开的。就像前面高僧大德们所讲的，就像酥油里面就是怕一个猫一样的，就是根本就是不带任何东西。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根本不能就是带任何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最后就是睡在就是最后的这个床单上，然后说最后的语言啊，就是穿最后的衣服，在那个时候呢，你唯有的什么，
除了三法以外，什么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佛教徒跟这个世间人呢不相同。佛教人有个好处什么呢？不管是逝者也好，就是被逝者也好，就是对这个痛苦方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别。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呢，我今天如果得了这个绝症的时候呢，那我心里面就是痛苦的不得了，就是求生的这种这个希望呢，就是相当的强烈，一直想，哎，我有没有一个办法？我有没有一个这个就是机会，就是还这个活下去啊？很多人是这样的。但如果学过一些佛的话，他知道是所谓的生命呢，并不是永远都完结的啊，他是有一生一世的。当然，这一生呢，就是无常的。以前那个七八年的时候啊，登珠仁波切在那个。在纽约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美国一个中年人，就是中年妇女，她得了这个绝症，得绝症以后呢，就是整天都是特别的痛苦。然后听说那个在这个西藏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上师来到这个美国以后呢，他也是一方面是好奇心，一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希望吧，就是来拜见那个登珠法王。登珠法王的时候，当时他首先见到以后呢，就开始这个大声的哭起来了。大声哭起来的时候，登州法王呢，好像也不在意，就是他就高声的笑起来了，高兴的笑起来了。然后法王问你为什么哭？他说医生说我现在就是生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说我现在白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痛苦，如何如何如何，就讲了他的一些这个苦说。后来那个登州法王呢说是没事，你也会这个死的，但是我们也会死的，我们这个也没有一个不死的，只不过是迟早而已。后来他就讲了一些这个开始，开始完了以后呢，那么那个病人呢，就是的确是对自己的死亡的这种恐怖呢，就是减轻一半，而且呢，他从此以后一心一意的学佛。据说后来的话就这个什么绝症当中已经治好了，就是治愈了，就是治好了啊。当然有些这个病呢，就是通过这个三宝的加持，就是会治好的也是有的，就是这个的确是在任何医院里面都是已经判了死刑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佛教的修行啊，佛教的一些这个这什么，就是通过观修方法来就是治好的这种现象也有。但有些呢，当然所有的治好是不可能的，就是有些呢，不一定治好。但是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观念，真的你动了一合的话，就心里面不会这个很痛苦的。因此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世界上唯一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佛教的甘露妙药。佛教的甘露妙药一用上的话呢，对逝者来讲是很稳妥的，很安稳的，他自己有一种安全感。不管是你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你对这个学佛的一些观念来对待自己的时候，自己有一种安慰啊，你就觉得是这个，这时呢也许是我离开这个人间，离开这个人间也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永远就已经这个没有了啊，就是我临终的时候呢，好好的发愿呢，我好好的这个祈祷善宝，来世我的生生世世利益众生啊，他可以发这种这个誓言。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给我们就是这样讲过，当我们这个遇到了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要。不能忘记三宝，就是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生生世世不舍弃三宝，应该发这么殊胜的誓言啊，就发这么殊胜的誓言。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我相信离开这个人间呢，这是正常现象啊。每一次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到了最后临死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你根本活不了，就是得这种绝症的时候呢，大家最好不要这个失望啊，就是我相信这个失望也是，其实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你那个时候好好的这个祈祷，好好的发愿呢，那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办法。因此呢，我像佛教徒呢，就是死也是快乐的，活也是快乐的啊，怎么都是可以这个顺缘而转。而世间人呢，并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活下去。一旦听到了这个所谓的死亡的话呢，那就非常的这个伤心啊，很恐怖啊，很恐怖。但佛教徒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早有准备的啊，就是他在这个所谓的这种病啊，所谓的这种死啊，这还没有接触的时候，有些学佛学的时间比较长的，学的比较好的话，那可能有20年、30年的已经准备啊。
如果你用30年、20年的这种训练的话，你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有什么怕的？就是根本不会怕的。就像我们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打仗的一些军人啊，他在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一些训练的话呢，你真的敌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他的一些技巧啊，就是他马上用上他在原来在这个学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技术，他会马上用上的。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面对死亡的这个问题上的话，那就是学佛和不学佛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非常大的差别。不说什么，就是有些啊，就是在实践上，他得的什么博士后啊、博士学位的这个人呢，就平时是他讲的天花乱坠，特别了不起。但是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非常的恐惧。我们有些实践的一些老太太啊，就是老爷爷，就是什么那个字都不认识。但是平时对这个佛学的观念呢，就是对往生的这种念头很强的话呢，到临死的时候啊，就这两个比较起来，应该说是指刚才那个博士生呢，就特别的可怕，特别的绝望。但是有些老年人这个要对往生充满信心呢，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对这个学佛呢，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强烈的信心。这种像信心呢，并不是口头上，应该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生活快乐的时候呢，应该把佛教的各种道理呢，就是用在你的实践当中，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样一来，对你的临时，对你的来世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他这里呢，已经讲了，这个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不管是有多少个亲人围绕着你，但实际上这种居民的痛苦呢，会自己感受的。如果那个时候就是修行的比较好一点的话呢，那不但是不会痛苦的，而且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境界啊，就是境界会出现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每一个人要准备很重要的啊，就对死亡就是做准备，对来世做准备，就是我们有那样的准备，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实践上的人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从小的时候要读书，就是准备读书，准备读书，读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成家啊，什么这个立业啊，然后呢就是买房屋啊，就一直就是他的这个下一个的准备呢。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啊，为了轿车啊，为了一些名声啊，每天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方面，实际上这个是不值得的。就是这个真的不珍贵，应该是我们把时间和精力呢用在我的这个来世，用在我的这个命世，这方面对生生死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当然我们这样一说呢，就是可能有些实践上的人不一定能这个接受，就是认为是就是我们就是什么都已经放弃了，对我们来说是应该是这样的，但对他们来讲是不会这样的。其实呢，我们这个生活也是知足少也可以，你贪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你的这个目标是永无止境的啊！就你有了一个别墅啊，就是有一个大的这个房间很好的话呢，那你觉得还不满足，就是在别的地方还要建一个别墅。如果你有100平方米的话，那你还不满足，就是200平方米的。200平方米的话，那就是不满足，就是游到别的这个城市里。如果游了别的城市里面的话，那你还不满足，在别的国家当中，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个知足少欲的时候啊？所以呢，一般来说是一个人这个睡的房间呢，就是也不是需要很大的。我的这个睡的房间，现在厨房啊，什么那个卧室啊、看书啊，全部是一个4平方米的那个怎么说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平方量，很舒服的，就是就不用。如果这如果再扩建3层楼、4层楼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一方面可能我比较懒惰，就是这个原因吧。就是睡的也是在这里，然后就什么那个厨房也可以，看书也可以，还要工作室也可以的。所以办公室、厨房、卧室、厕所不在里面，其他都在里面。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还是应该是可以的。就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我们这个所谓的众生的这种心呢，就是一直要求很高的话呢，永远都是到不到。当然你如果没有什么修行的任务，没有什么修行的兴趣，你一直随着这个世间人而这样往前奔波也可以，没有什么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修行的任务啊，没有这个修行，没有一个来世的话呢，那不要紧，我们就是精神就这样过下去就可以。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对自己的来世做准备，就是做准备很重要。
下面，最后一个送茶，今天讲的，磨石乃至石，秦鹏又何用？唯有我为父能救火，然我未曾修啊。他这里呢，说是我们这个，人如果到了这个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死亡阎罗族会来这个现前在你的面前，因为死亡阎罗族呢，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业力都不相同，每一个众生业力不相同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神呢，就是有各种这个牛头马面呢，或者他们这个形象上呢，啊，有些拉着什么孙叔啊，拉的铁哥啊、铁娘啊等等，就是在你的面前就是想象各种各样的，把你这个捆绑起来，强迫的就是印在这个众因啊妖眼的这种路途当中。这一点呢，不管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印度的这个佛教，都是非常相同的。他们高僧大德们对中印的这些，这个这什么说啊？就是中印游记的一些记录文当中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只会这个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死神的这种，现象。那个时候呢，你有多少个这个亲人啊？就是不管是你母亲方面的、父亲方面的，或者平时你这个关系比较好的这些人呢，全部围绕在你的面前的话呢，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有些这个四座阎罗呢，你还没有这个断气的时候也会出现的，有些呢你断完气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现的。不管怎么样，出现这样的时候呢，在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这个用的。佛陀在这个教王经当中也是这样啊讲的，人睡在最后的这个床榻，人呢就是在这个奄奄一息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四神呢就是在汇集在这个你的面前，汇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所有的世间的一切有为法的东西对你来讲是没有任何用的，唯一的什么呢，就是由这个福报四功德，功德才对你这个用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生当中勤谨的持戒律啊，发布施啊，还有一些这个念咒语啊、皈依三宝啊，有了这些功德的时候呢，当我临死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些这个恐怖的现象呢，全部自然而然消于这个法界的，就是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在那个时候呢，就会这个出现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印记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们自己的这种根本上是来这个戒因呢，当当有着有这种这个现象。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辈子的造恶业，一辈子造恶业，到了你临终的那个时候呢，你原来所杀害过的这些众生呢，原来你伤害过的这些众生呢，全部就是在出现在你的面前了。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业力比较深重的人呢，你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的自己口里面说啊，那个人已经追我啊，我以前杀过的这个人现在来杀我啊，你们可不可以把他当着啊等等，就经常就是宣说这样的这种话。所以以前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说过，他说是如果看见了就是有罪业的人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实现业果的最好的善知识，就是看见有罪业的人死亡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实现业果的一种善知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看见一些罪业特别可怕的，有些这些众生呢，死的时候的是特别的这种残忍，特别的这个恐怖啊，所以呢，我们在寄生当中真的唯一的这个有利益的就是正法。除了正法以外，你临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能不能想起唯一的修持三法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除了这个修持佛法以外的其他的世间八法也好，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呢，都没有任何用处啊，就是都没有任何用处。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心性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来世呢，就是有一定的帮助。《广大游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人处于这个临死的时候呢，唯有三法才这个用得上。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用不上。到了临终的时候，都变成这个无依无护啊，就是没有依靠、没有这个护住的。因此，反过来说是，我们现在行持三法，经常修上师瑜伽，经常修阿弥陀佛。那这样的话呢，你临终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个清净的相啊。在死的时候也是不怕的。所以我们有平常看见，就是有修行人的这个死亡跟这个所以身中的人的死亡是完全是不相同的。看见尸体的有一种暗想感觉啊，就是修行人的这种死亡的看到尸体都不太怕。就是如果那个罪业特别深重的，像屠夫啊，或者是这些人死了以后看见尸体的是特别这个可怕的。而他临死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看得
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每一个人也会面对一个死亡，但面对死亡的时候，每一个人有把握没有把握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比如说我们什么那个学员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就是都要乘车，都乘车的时候，有些人有钱的时候呢，他很快乐，就是他不管怎么样吃也好住也好，就是他可以享受，他很快乐的。有些人是没有钱的时候呢，不管怎么吃也不方便，住也不方便，就是很痛苦。他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一起同时去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基层当中修善法、积累福报、清净戒律，这些人呢，死的时候是真的很快乐的，很安详的啊，就很安详的。那么一辈子的造恶业的这些人呢，我都以前看过，就是造一些恶业的人呢，最后临死的时候，他自己的是一片汗，就是有些人说是我现在我的财产是我怎么办呢？我放不起啊，什么那个放不下，就是有这种说法。有些人呢说是我以前杀过的这些耶稣呢，就是他来追我，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把他当着，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老乡啊，他天天都是在山上就是用猎枪来打猎，就是最后临死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他一直就是出现这些什么，就是炉子啊、帐子啊等等，就是来这个干扰他，就是来这个加害他，就是一直在一边喊一边就是说这样而死去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我觉得是这个大家都信仰这样的佛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荣幸。那么现在呢，最好是这个短暂的这个人生啊，不要这个深邪见业绩颠倒啊。虽然我们有些人现在这个学佛啊、出家啊、受戒时戒，但过一段时间依靠一些恶友来，又开始变成一个可怜的人的话，那特别的悲惨，就是这种下场是真的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每一个人的三根不同，修行的法师全部如理如法的话，谁也不好说的。但最好呢，大家在这个一生当中尽量的修持善法，最后呢就是圆满自己的人生，在临死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那么怕。所以他这里就是在死的时候呢，亲戚朋友也是没有用的，财产也没有用的，地位也没有用的，眷属也是没有用的，什么都没有用的啊！就是你是国家主席的话，那也没有用啊。原来那个阿拉法特那个在法国议员里面死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但没有办法的。华智仁波切前夕里面也讲了吧，你有多少个这个军队，哪怕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军委主席，他死的时候，那么这个军队可以动用吗？没有办法的，就是没办法的，他只有自己这个面对自己这种死亡的这个恐怖。所以我们人的这种力量也不重要啊，人的这种这个才华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的这个信心，对三宝要一定要有信心。有了信心的话，那他会去舍，这个去舍因果。如果去舍因果的话，一生当中很注意好好的忏悔的话，以前所做的恶业呢也会得以清净。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自己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三宝一定要这个恭敬。什么原因受到这个生命危险，我不舍弃善宝。如果有了这样的决心的话呢，那么在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也会这个出现善宝的相，就是会这个往生清净的刹土。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说，就是刚才宋词里面说是唯一的这个，去救护呢，就是可以这个三宝或者是信心福德。但是我们遗憾的呢，我们很多人都从来没有这个修持善法。当然，皈依佛门的这些人呢，他应该说是有一些这个功德，信持善法。尤其是我以后呢，像我们那个，这个菩提协会的所有的这个道友呢，就是向大家，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这个最少也是受那个一文戒以上，就是受一个俱世界啊，就是当然皈依三宝，然后呢如果有些不想皈依而那个你去学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可以的。我以前也是说过，但我希望呢，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自相续当中也是数一分解以上啊，就是数一分解以上。然后方便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在家人每天都是这个像出家人那样的很困难的，但是在一念当中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戒日当中呢，就是数那个八关斋戒啊，那这样的话呢，一生当中
你有一个这个戒律的这种说义，然后呢，依靠这样的这个所以呢，就开始这个供养三宝然后这个布施啊，在自己就是皈依三宝、念咒语啊，这样以后你的来世一定会是有一种安全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所谓的学佛也是表面上，那这样的话恐怕死的时候谁都没有把握，而且谁都没有把握，这样就非常可怜。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希望大家呢，就不要这个中间就退下去了，就是中间退下去了，对我来讲是无利无害的。虽然我讲的也不好，我修的也不好，我没有资格在这里给大家就是这样说。但一方面呢，也抑制过很长时间的善知识，佛教的一些基本道理呢，我自己也是觉得是应该可以，就是最深的一些境界也是说不上的，但最基本的道理应该可以交代。这样的话呢，对你们的自己的这个来世呢，就是一定会是有帮助的。对精神来讲呢，也是有一种这个快乐之感吧。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真的有一定的差别。学佛的人呢，有一种满足感，比如说你这个生活上呢，就是没有发财啊，没有成功的话呢，他不会当下就会那个就是失望而这个死去的。那世间人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想学佛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今天讲到这里吧。